樱桃像这样储存，一整年都可以吃新鲜的。在我们村里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这么一种果树。哎，来，先给你一把尝尝，甜不甜？小时候没有什么水果，樱桃就是我们回忆里面最好吃的一种水果之一。大冬天下雪的，拿出来一把樱桃吃，馋人不馋人？不可能。我今天学了一种方法，把它存起来，然后冬天过年的时候都能吃。来，帮我踢一下。哎，小心点。哦。摘好的樱桃把梗去掉，然后清洗干净，把水洗清了就可以了。把这樱桃摘好了，洗好了，放在冰箱里冷冻着，可以吃一年。这叫速冻樱桃。这樱桃冰上之后放一年都是新鲜的。喝啤酒啊，喝什么的，上上一个。